手拍意式饼皮，涂上蒜泥酱，铺满 cheese， 再北上一块块烤香肠和厚实肉片，出炉后不忘淋上烤肉酱，撒满生蒜头，充满中秋气息的烤肉披萨热腾腾上桌。应该说很 应景，就在虽然不能烤肉，但在这边就可以吃到香肠跟大蒜，很有烤肉的味道，因为它上面的酱就是我们平常烤肉会用的那个酱。大口咬下道地台式风味，就像吃烤肉一般。提诺披萨出奇招，除了烤肉披萨，还有新型的柚子披萨，甚至意式饼皮月饼，挑战民众味蕾。我们今天的话是开卖第一天，那其实今天就还蛮多人就是打电话来询问，然后甚至提前做订购。那我们也有预估，这一档的新品的销量的话，应该会成长20%左右。其实即便现在在可能家里楼下也都不能烤肉，那外带一份回家，其实真的刚刚好。疫情升温，扰乱中秋，全台多县市连假禁止烤肉，业者超前部署抢商机。连锁品牌必胜客也推出火烤香肠派对披萨，结合烤香肠、广式干肠以及美式腊肠，花瓣饼皮再镶上绍兴酒香肠，搭配甜点蜂蜜柚子cheese塔，中西合并，要让消费者今年的中秋也能微烤肉，体验不同的过节氛围。八大新闻，郑云轩、林博智台北采访报道。民生八方事尽在一小时，要订阅，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。